如果 OK 啊，几大唔错啊，跟贴啲，我哋揾其他人，我而家作威作福啦，到我哋做坏人啦，终于可以完啦，啊，核弹发射。如果我喺度，我想知道，如果我咁样问你咧，我想问而家 save 咗未？你哋系咪去答未？我由头玩过啊，今日嗰度，啊，你点睇？好似重开，好似 Max Payne 试下，而家咁样试啊，读埋篇文唔使啦，听日直播试咯，啊，一齐同大家十点半转 game 时候，一齐见证呢样嘢，啊！呢篇潮文咧，今日嘅潮文咧就系由坐低慢慢倾嘅人写嘅呢位兄弟，咁咧就题目就系咁嘅。今日咧个女同事咧问我系咪处男，搞到咧我红到面晒。是咁的，今日咧个女同事咧问我系咪处男，我话系，佢即刻红到面晒咧，咁啊跑入去女厕啦。我见情况咁紧急啦，咁啊当然跟埋去睇下咩事啦。入到去，点知佢喺度食紧叉烧饭。佢无啦啦问我加唔加两蚊，我就话啦九成新冇花，然后咧我就走去同上司讲啦，点知佢问我系咪要打卡，我话系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上司喺裤袋咧拎咗沓卡纸出嚟，系咁派俾啲同事，但系啲气氛咧越嚟越恐怖。我回头一睇，原来佢拎啲打卡纸喺度杀人。啊！个上司一路大叫，一路一讲难得一身好本领，难得一身好本领。最后我翻 ATF 总部，上头问我听晚系咪做雷雨，然后叫我查下呢单案件。我发觉呢单案件咧真系唔简单。我问花家姐点睇，点知咧佢又答我真系唔简单、啊。唉，真系俾佢咧吹劲仗，点噶？搞到我好乱啊！有冇朋友可以教我点做？我而家喺 office 做紧嘢，可以打24567111揾我，但系十点钟后咧唔好打嚟，因为我瞓咗啦。今日咧就差唔多，立刻之内，我哋明天睇下，好唔好？再继续，好吧？完。